你竟然杀了我！不是我，不是我杀你们！是我妈要我干的！别再狡辩，你就等着被起诉吧！林一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求求你们，千万不要放出去，不然我们家就完了，我和我妈都完了。 妈妈，他们都知道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别慌，妙妙在我这儿，你赶紧来后山山顶找我。好。